那么以下呢，讲四圣谛，四圣谛，这品呢比大义呀、是因为前头的种种的说的种种法、种种的语言，就是佛所示现，乃至假设的问答，这也是用这四圣品答前头问号之一，问号之一啊，那归向何处？那皈依三宝吧，就是这是一个最上的皈依处，皈依了之后，皈依了之后，那呢，最初学习的法门，开始入佛门的最初学习法门，有三皈，三皈为了是受了之后，为什么说有皈依处呢？因为在这个世界太苦了，好像没有个依靠，父母不能做依靠，果道不能做依靠，那只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因为前头所讲的佛的一正果报，一正果报，佛在因地当中他所修行的，怎么修行的，让我们知道佛怎么修行的，我们就开了智慧了，开了智慧了，有了智慧了，有个什么智慧了呢？知道佛他是某一些众生的真正的皈依处，佛本来没有一定的法可说，因为法性是没有分别的，法性没有名言的，这种甚深的理解一时的正众生不能去入，因为众生的他的机呀、他的感，众生的机感不同，那么佛说了前头这些个，说完了之后说是圣谛，圣谛，我们一般称圣人，圣人是非常尊严的，非常端庄的，非常正的，就是一个正字，什么正呢？就是说的无漏正法，把这无漏正法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得到正了，得到这个在你的心，心的就是指理上说的心，就是谛，谛就是谛理，谛理，什么谛呢？因为实在，谛者实，经过你审查、审查思维，入理了，入理了，要境界上来变，辨别这个境界，辨解，你所说出的相，相不离体，你所说的话不能离开真实，产生决定意，所以四俗世间的两种因果咒，四俗世间因果，佛所教授我们的绝无虚妄，绝无差失差错，绝无差失，是体实的，说是圣谛啊，体实也，简是对着智说的，是对心说，替审的意思，必有智慧的明了，
有圣字来观察一些诸法，审查它不虚。什么叫苦不虚啊？苦寂灭不虚啊？苦寂世间因果不虚，苦怎么来的？你自己招感来的，寄来的。知道苦不能审时，不能替，光知道苦，所以佛就教什么替，替就审时，审时了才能成替，才能叫苦替。咱们只是苦，审时了之后才不颠倒，不颠倒，这才有智慧了。审知一切境。入实的认识一切境，这叫圣谛，叫圣谛。还有一种解释是法性故，圣解故。我们这两种，有一种。有什么呢？有法性，本来具足的，圣洁的没有，没有通过学习，苦寂灭道，总说叫是圣谛，是圣谛，这个四字就是数字的意思了。这是两种因果，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底牌苦是什么性啊？底牌，底牌你非受不可，这是你有漏的色法跟心法。不断的增长，不停的增长，这叫寂，寂，怎么增长的呢？就是烦恼，业和烦恼，不断增长苦。你看那个，越是受苦的人，他越造业，而不是善业啊。越是受苦的人，他越造恶业。为啥呢？越受苦烦恼越重，业越重，底牌的。什么是灭呢？咱说涅槃寂静，要想达到涅槃寂静，想处理苦海，知道苦了，想处理，说那业苦，不再招感了，要离开它，离开它，你得修啊，修就叫道，因为道在前，灭在后，那么灭在前呢，灭生死苦，证菩提道，那可就这样解释。因为你先修道才能达到寂灭，那初步的解释就是六这个这个它分这个小乘大乘，大乘加个圣是圣谛，那小乘的说呢，对，那小乘的四谛呢那就不同了。对，小乘的四谛啊是说呢知苦断灭，目灭修道是有相的，大乘四谛呢无相的，无相的，就是辨别这个体和相的关系，辨别体性，体性，相的就是形象嘛，可见的嘛，那自体系就是体相，体它的体是真如实性，
实性无相。对，那就是大乘教义是这样说的，说四谛的道理就是有着在这个四教上讲吧，它有四种四谛，一个是生灭四谛，一个是无生的四谛，三是无量的四谛，无作的四谛。我们普通的一般的经论上的讲的时候是有作跟无作，有量和无量。作呢就是有量的，无作就是无量的，那也得要分来大小呢，有作的就是小，无作的就是大，达到无作的了。一般的讲，先讲这个生灭四谛吧。哦，今天讲不下了，讲不到生灭四谛，咱们明天再讲吧。我们现在讲四生谛品。那么文殊师利菩萨跟我们说，说假使你要修行，说认真的去做，前头讲说在这个佛的出现，在世界的成就，华藏世界，想得到佛的一正二报，你做的时候呢得一步一步来啊，就是修行的话啊，说我们要做的话啊，那我们第一个要理解到学佛的时候我们所修行的法啊，我们修行的法就不能离开事实，也就是说的现象，基本意思就是现象。同时与我们修行的法，这些个现象与我们修行的法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现象，就是现实的生活当中说一切的现象，与我们修行的法它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离开现实的事实，你修行你得不到进入，跟法不能结合到一起，那么对我们的帮助啊一点也不大。如果我们修行的法跟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所处的现象如果是分离的状态，那么修的法没有太大意义了，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因为它跟我们生活没有关联，没有交际，你的所得的效果呢不大。把这两条平行线，就是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修行，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认识法跟这个生活两个能结合到一起，那你成道的机会就大了，否则呢你成道的机会就很小。所以我们大家都好多问修行的方法，好多人这样问我，因为我们学佛法的第一步，我们要了解人身，就你现实的生活当中，那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的，也是可贵的。
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把它看成是可贵的。你借假修真吗？没这个身体你怎么去修道呢？对，把它看成可贵的。但是你这个身体啊，它也是无常的，它不是固定这样子的，它随时发生变化的，生病啊，突然间死亡啊，这都是有的了。但是我们把它不要把它看成次要的，我们日常的生活什么主要的，你了解这些个了，了解这些个了，你培育，培育什么呢？培育你了解你自己的身心。没有，我要说是圣地，要跟大家说是圣地，我在说是圣地前头跟大家说这些个，就是让你注要你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这是个基础，说你在这个修学的道上啊，没有个真正的动机，就是没有真正的发心，你努力呢又不够精进，你怎么能去修行啊？怎能进入道果呀？不可能嘛。对，所以修行的人呢，往往把他主要问题放弃了，放弃了你没办法进入。对，我们好多的道友，因为最近好多人问我说怎么样修行啊，我散乱心很重啊。那你要注意了，对，是散乱烦恼。那么一般的佛教徒就是我们佛弟子了，总感觉自己学的不多，方法没有，那么学的方法知道的少，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吗？实际上我们知道的很多了，很多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你跟你那个你的思想，就是你的心灵的状态，跟这些个日常的生活不结合不起来，实际上就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真正去修行。不是我念念经磕些个头就是修行了，说你的思想跟这些事物不能结合，你观照力不够，主要是你的心。咱们讲《华严经》主要是讲的心，因为我们看，我看我们的道友心里头很散乱，心里的懈怠，不是身体啊，表面上上殿过堂干什么，心不在焉，就是心不在道，懂得这个意思吗？很懒，很懒，就是不用心。我是懒是在心上说的啊，不用心。同时呢，懒的意思就是心里头观照力不强。我们好多人说我没有时间呐，修行的时间没有啊。但是如果把它仔细的，把它这一天的时间，用来的睡眠、玩儿、聊天儿，那当然没有时间了。他的用心呢不够。所以这样的呢，我们修行不容易得到的。心里头观照，随时要观照，观照你才能进入啊。修行我们的身体的生命，因为修行得一定注意我们这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环境跟我们的生活
它是跟我们的心灵上分不开的了，分不开的了。什么是修行？生活就是修行。所以你日常生活之中就是修行，你所有的日常的言行、身体所做的作为，特别是思想，想什么？为什么说这些个呢？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究修行了，对，要讲四圣谛了。等我们再讲，就讲这个净恨品了。文殊师利菩萨告诉我们，每一天怎么用心，这特别值得注意的。同时我们讲四圣谛，谛就是审，把它审实在，谛是谛理啊，理啊，谛思有思想。审时是什么审时呢？苦即灭道，苦真苦，不是假的，这四种真实不虚的。审时不虚什么呢？是在理上，苦真的，即也是真的，灭道都是真的，是正确的，没有擦尿的，这是真理。咱们经常讲真理，说这四种啊，真是不虚的，一些圣者所见的，说叫圣谛，圣者所见。这就是佛教授们给我们解释的四件一切真实相，什么就是苦寂。那苦寂呢，说你对这个世界啊迷忘了，虚妄，迷了，迷了它是虚妄。迷忘了什么呢？果和因，果和因，四件有漏的果是苦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个苦是你招集来的，招集来的是因，因地所招的。所以世间有漏的这个果叫苦谛，除世间无漏的因是道谛。苦是受逼迫苦恼的含义，就是这个，就是你在这欲界、色界、无色界这生死轮回当中，这些苦都是真实的了，真实的了。那么苦它有三苦八苦不同，苦苦，第一是苦苦，说你正在痛苦苦恼的时候，本来生的这些就是苦，又加上你痛苦的时候，或者生病啊，或者受什么灾祸呀，叫苦苦坏苦。你享受快乐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就苦恼了，坏了，叫坏苦。举例来说吧，说你玩得很高兴，或者是看电视啊、看电影啊，或者就是玩吧，游乐的时候，玩完了呢，快乐结束了呢，苦恼就来了。对，快乐的时候不感觉，消耗过度，完了所得的他的痛苦留下来是痛苦，因为乐是苦的因呐，苦是乐的果，
说你在不苦不乐的时候，无常变化自然规律支配你的时候，这苦恼了。这苦恼包括什么呢？生老病死，这叫行苦。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八苦呢，大家都知道的，生老病死，乃别离怨憎会，五蕴之盛求不得。这个我们道友经常都是尝着这样子思念过的了，都是学习过的了。咱们那家人生，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注重就在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现在我们离不开的生活，那修道第一步，第一步你先认识世间吧，也是你心里所受的吧。因为你在人的范畴之内，你先把人的生活情况搞清楚，人的生活情况就这样子，苦苦、坏苦、行苦，还有生老病死，奈别离怨憎会，五蕴之上求不得，这就是苦谛。要你入世观，入世审时，你应该怎么样做？祭谛，这个咱们在大乘起源来讲嘛，不是两种熏习吗？熏习来的，熏习来的，熏习来的什么呢？世间一切的生活的情况，在生活当中你的行动思想的状况，就受贪嗔痴慢，有贪嗔痴把你支配的，你造了种种善恶的行为，这叫业因，积聚很多的因，这也是真实的，是入世不虚的。积聚很多因，赶来是什么呢？赶来是生死苦果。这经常的有抱怨，这也不公平了，那也不平等了。我出家人也有这感觉，师父对他好了，对我不好了，对我特别的压制我，他挑剔我，对他都包容，心里有这些个分别心了。有这分别了，这就是招感来的，招感来的。这两种苦界，这就是世间生活当中你所有欲、所有积聚的。灭地，灭是尽了，所以熄灭了。什么一道灭了，灭了就说没有了。灭让你灭什么呢？灭烦恼它的因。不往往的烦恼时候它不去关照，它随着烦恼转，它不是关烦恼怎么来的呀？为什么要生烦恼？找找原因嘛。烦恼是由种种业因成就的，生死果报，这个灭啊，要你了脱生死，从此啊，再不受三界之内的生死苦恼，达到涅槃的境地，去求解脱，求断烦恼，要灭谛。道谛呢，一说道了，就是通达的意思，就是咱们走的道路一样的。道路的意思，但是这条道路不同，这种道路啊是通达寂灭解脱的方法手段。怎么能达到前头所讲的灭？就是我们佛教说主最根本的修行的次第，
你这佛所教授的道，我们经常说菩提道，说这条道路啊，你是走到菩提，成就菩提果，达到那个灭，灭的呢，就是寂灭解脱灭体，这叫两重因果，苦即世间因果，即是世间因，苦是世间果，道是出世间的因，灭是成就正果的出世间的果。在《大乘阿毗达摩札记论》里头说这个四谛，说我们讲《华严经》正讲这个，这是根本，不讲这个你不从浅你达不到深的了，对，因为这个你讲讲对我们修道对我们认识有好处的，完了再加着华严义把它圆融，看看普文殊师利菩萨教什么的四圣谛是怎么样用功怎么样修行，对，你先讲讲这个你就知道了，对，日苦就是指你身心所受的一天你所受的现实事物当中你所感到感受到的，你所受的所接触的事物都是苦，说对呀，人生所处的环境，现实你所处的，你自己对你怎么判断怎么下个定义，对我们出家二藏当初一个心要先想出家，想或者灭除世俗的一切，因为那都是苦的，想找个不苦的，因为一切世间法对都是苦的，我们想找个真理，苦谛，谛是真理，真理是不苦的，认识这个生死之苦，想得了处理生死，但你得先认识它呀，你不认识你处理不了，我们讲看破放下，你没看破你放得下吗？是不是我们一落法了一入了佛门了，什么都放下了，我出家70多年了，我感觉很不容易了，不是说的了，要去做的了，要你去感受去了，你心里是不是放下了，你一天生的欢喜心生的法喜心有好多，生的苦恼虽然是出了家了，身出家而心在俗啊，心里头还是一间的世间那一套，有的时候还厉害一点，把世间那套拿到佛门来表演，你的表演很出色，对，再加着佛教这种道理，更增加你烦恼的手段，我看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必须真正印得透彻了，真正看破了你才放得下呀，放得下了这时候你才知道这个烦恼祸呀这种业呀，所以他招聚了在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生死苦果，所以这个寂谛呀就是一切的诸苦的生起，这是根源，你非断寂不可，你把寂断了苦就没有了，那么要想断就要灭，断出苦的根本什么呢，
遇难。那你问问自己吧，还有遇没有，还有难没有？没有了，苦灭了。就是灭尽苦地的真理啊，就是灭，剃嘛，剃就是真理。但是要达到灭也不容易，你得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知见，认识现实的一切客观的现实的环境，以这个修行才能把苦地两尽灭道，才能达到灭替灭道的道理。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在鹿野园说的最根本法，是四圣谛，这就是佛教的根本的道理。也就是你想脱离生死断烦恼，第一步的阶段你非走不可。在佛教要是入了佛门想投机取巧啊，办不到的，一步跨入大乘啊，那是玄想空想。有没有呢？有，人家是多生累劫修的呀，不是现在的呀。咱们经常说佛最初转法轮，山转法轮与大千，都转的什么？初转就是苦啊，转苦谛啊，让你知道，让你经过修，转的时候经过修把它断了，断了当然就不苦了。但断的很，怎么转呢？转就是断的意思了。完了渐渐修了，完了倒是第三转了，就是正德了。正德了，这三转啊，这详细的相还很多，那么我大概跟大家说说这个意思啊，大家知道就行了。现在我们还是依着我们这个文殊菩萨教导我们的开始讲啊。因为讲到四圣谛了，文殊师利教授们的《华严经》的第八品了，第八品啊，叫四圣谛品。这品教授我们的佛所说的法的含义，这是前头在这个诸佛菩萨佛放光之后，诸佛菩萨的问答当中问佛的一正果报。在这个问号当中，所有问的问题佛要令普贤菩萨答，令文殊师利菩萨答，这个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答的。再依着华严义讲四圣谛。圣呢，就是圣人了。圣人表现什么呢？一切都正。什么正？心正。一者剃食，剃是审剃的意思，剃查剃食，要一切警戒。对一切警戒相，你是真正的把它认识到。除世的世间的两种因果，不是虚妄的，都是真实的。让你真实来印审替，就是加个替字，就审时的意思。这个是就智慧，圣人以智慧的观察这些法，观察之后而用它来利益众生，都是审时的，都是审时了加个替字。我闲得加个圣字，是圣谛。圣字是不颠倒的，
是入实的，审知一切境界，入实不虚，那就叫圣谛。圣谛。一个是两种缘，就是谛呀，含着两种缘，一个法性，二一个圣洁，圣洁啊。我们一切众生都具足法性，就是凡夫欲夫了。我们只是具足一个法性。圣人具足的呢，他就两个都具足了。他有圣洁，圣洁就对苦集灭道。那么圣人的看法不同，咱们的凡夫呢所执行的不同。对，那就是我们现在属于苦，因为我们受的色法心法五蕴。五蕴，这五蕴增长他的烦恼，增长的苦，这叫即招感，叫业和烦恼。因为有业和烦恼，这就是即彼因，塞心上有业和烦恼的这个即彼因，所以你一定要受苦，受了苦了就逼迫你。寂静叫灭，灭就是涅槃，叫出离道，出离道。要想出离业烦恼，必须得修道，修道证了寂静的之理。修什么呢？那就修慧，要修定。这不论大乘小乘都入世。大小是你的心量，你心的关照的情况。对，实际上大入世小也入世啊，你都离不开。离不开什么呢？一定得用你关照。关照。先讲四谛，讲在这个一个释迦家说吧，它分四种四谛：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一般的经论常的平常的解释当中，分着什么大乘和小乘，不论大小乘啊，对于苦的。苦一定它的性质是逼迫性，什么逼迫你啊？就强迫你的身心得去受，这样的逼迫。你感觉着得苦的逼迫性，就是在你有漏的色心，有漏的，有漏的。强迫你这个身体，是吧？有漏的身心就是你的体，五蕴、色受想行识，成就你现有的身体，它就必定是苦的。这个不含着无为啊，不含着无为，它而不断的增长。不断增长就是寂，就是招感的，急剧增长那些业和烦恼，就增长你业和烦恼嘛，那你就当然你要受苦了。有因必有果，有因必有果。在受的时候你感觉苦，但是这个时候凡是入世说的，入世说的都属于生灭法的法。要在大乘教义说
在涅槃教里说，你了解苦了，认识他了，认识他了，在你受的时候你就能够忍耐了，那个忍在法上等忍，知道苦啊，达到他的体，达到体呢，体上无苦。这从身上得来的，从你或者了解上了，或者你修行上正得上了，这个苦啊叫圣体。圣体就了解到苦无苦，没有苦。怎么苦呢？以般若智慧的关照，苦无自相，原生诸法是空的。我经常跟大家每回讲课提到这么个问题，说你知道苦那个知，它不苦的，知道苦那个知，它不苦的。就这，你知道苦怎么来的，断了它的因，苦果自然就没有了。但是这是两方面的，知苦断际，目灭修道，悟得灭的道理啊，去修道。这达到什么了呢？达到原生故空。这个道理嘛，深入的我们明天再讲，明天上午讲，讲缘起性空，就这个道理。一切凡夫他有苦没替，咱们这讲的苦替啊，凡夫有苦，有苦寡受苦了，没有替，有替了就好了。替着观察，替着观照的功夫。凡夫是有苦而没有替，没有理，寡有四没得理，不能在悟，在理上正得。二乘人就是声闻缘觉，他也有苦，他有苦替，他有苦替，他就不苦了。但是他的苦替啊，不是真正达到了心性。菩萨呢无苦有替，他又有真实，那就高过二乘。因为什么？因为二乘人不能达到法空，不能见到真实，菩萨呀，他达到法空了，证得真实了，那佛是究竟了，佛也精进了。二乘人知道苦相，不能知道无量相。苦有无量相，非是声闻缘觉所知。于些斯地论说，苦有110，此间华经没有这样的去多解释这个问题。它表示什么呢？表示它的道理不同。因为讲这个替呀，它有无量四替，菩萨讲的替有无量四替，一界一替，十界百千嘛，就十界百千的替理。娑婆世界有410000名义包含的性相，义理显得非常之多。这个呢，这种道理啊，如果大家专门研究四乘谛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去多介绍了啊，因为大家料介绍知道了就行了。因为
我们这个主要的是显的是《华严经》的意义啊，它是显真实的，显真实的，不但达到空义，而显得真实义，一切诸法皆如，五蕴呐、啊，十八界啊，十二处啊，一切皆如，因为他讲的了义，无苦可舍，也无尘劳，没有苦，没有尘劳，他是讲性体上，无际可断，生死就是涅槃，无灭可证，一切边邪，一切法，皆是一真法界。因为此经义是显的这个，我们这儿料说一说而已啊。因为这个在后头啊，特别菩萨问明品呢、啊，在那个文殊菩萨教授的那个，叫么140个，要么怎么样去修，叫净行，说使你的行为完全都清净。华严经讲剃呀、啊，是拿海来形容，无边的剃离。为什么讲那么多？根不同，根不同，所含的义理也不同，他立的名字也不同。那就表示佛所说的无量的法门，四谛就包括了。所说的四谛的法门，能可以把它展开来说，无量无边。那佛的殊胜语业，佛的语业特别殊胜，能够入世教授我们。在义理上，有时候讲大的，有时候讲小的，但是在事上，在理上，他都完全具足的了。那么苦集二谛的是四件因果，应知、所知、应断、所断，可以改变的，是改变的。方法可以多方法啊，说改变意思就方法很多。灭道二谛是除四间因果，所证的、所修的，在世上是决定的，决定的，决定的就不能改矣。直到断，断惑，证真，证里头还得假修，能把欲众生从苦海运到彼难，这个方法不管它多少个世界，世界各个不同，每个佛主化的教化不同，但是这个道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而且在大乘教义里头，四谛有无量四谛、无作四谛，把一些道理都收尽了的。为什么四谛里头专说个特别注重，都带着苦，都要说苦，因为在苦圣谛里头说生有一切有生之生，就是一切众生的生，生了就有苦。有苦才有灭，因为灭对苦说的，灭什么呢？灭苦。这叫苦灭之道，叫名叫叫苦灭道。不单言苦，不单去说苦，道不苦。道即不苦，也不同济，又非灭，
不同灭。这个道指什么道呢？指菩提道说的了，指菩提道说的了。那这品的意思，它的名目，对，它的来意，它的随着这品的文义来解释，名如来有四种实义，令一切众生升起信解。那么假设问答当中了，何故不说多？单云四呢？不说五，不说六，不说七，不说八，这寡说个四呢？什么意思？是吧？答的时候就是说，持四种的道理啊，就是替理，奢寡奢收一切了。奢收的意思就是明一切世间都不离苦地。苦寂，一切世间离不开苦寂，一切处世间不离开灭道，不论三乘四谛，三乘都有四谛，厌离苦寂，心若灭道，这叫四谛法轮。在一乘经教里头说是圣地，是说的实义，是说的性体方面说，从体上方面说。达到了苦没有性的，苦的性不苦，苦性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心，也没有厌离，即不在性体上讲。没有个厌离性体，心要性体，在体上是没有，没有心要的，这叫一乘的圣体。三乘的四种四体，那各有各的差别，对，它的信解的不同啊。这是如来一众生的根器，众生的根不同。而所有设教也不同，方便善巧而设施的，无非是让一切凡夫升起信要佛法的心，从你这个信心开始起，关照自他一切的苦难，这样子因着观察苦难之后发菩提心，心乐求佛的教法，这里的差别就大了。心乐的大小不同，胜劣不同，所求的四谛十二因缘也都各不同。因为前头说如来的名号品，文殊师利菩萨说如来的名号，随着各方的佛的名号不同，名号不同，各个方面各个世界的语业也不同，此世地呢，此世界呢，就说个不离世圣谛。以下嘛就随文解释，在这个分了十二段经文，十二段经文，是吧？娑婆世界的谛名，完了再说的，我们这个周围的，跟我们最近的十界的，十个世界的，跟我们娑婆世界临近的十界的，相类似的，那跟我们世界相等的、相类似的，这个主就是说佛，伴就是说一切那诸大菩萨，乃所教化的众生，大致都有多少的差别，多少的差别，
因为子举四周，举举拇指说不是的四周，从这个来立名，加四周来立名，以下嘛随这个文来解释。先说娑婆世界，而是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告诸菩萨言：诸佛子啊，苦圣地，此娑婆世界中，名字都不同啊，毁名罪，毁名要鼻盘，毁名变异，毁名攀缘，毁名名句，毁名名次，毁名一根，毁名虚旷，毁名容疮处，毁名御夫行。诸佛子，苦集圣地，指娑婆世界中，毁名细佛，毁名灭坏，苦集的别名啊，毁名耐作意，毁名妄觉念，毁名屈辱，毁名决定，毁名妄，毁名戏论，毁名随行，毁名颠倒根。诸佛子，苦圣谛，此娑婆夜中，毁名无争，毁名离尘，毁名寂静，毁名无相，毁名无末，毁名无自性，毁名无障碍，毁名灭，毁名体真实，毁名住自性。诸佛子，苦灭道圣谛，此娑婆世界中，毁名意成，毁名趋寂，毁名导引，毁名究竟无分别，毁名平等，毁名舍淡，毁名无所取，毁名随圣意，毁名先锐先人行，毁名实障。诸佛子，指娑婆世界的说圣是谛，有如是等，好多名字呢，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悉令调伏。这段经文呢，把这个说娑婆世界这个，或者叫罪，或者叫底盘，或者变异，这都是说什么呢？都说是剃法，都说的剃法啊，或者叫灭苦灭道圣谛，或者叫异成，或者叫趋寂，就是不管名字好多。不管名字好多，都是摧坏你的色法心法的。有几个名字廖家解释，就是逼排，你不可意的事情逼排你的身心，这就叫苦恼。你不愿意做事儿，非得去做不可，你愿意做的事儿办不到，不叫你去做，这都属于底牌性。变异呢，就是坏了，坏了，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随时在变坏，变坏，前头是讲的追，是那个追求的苦恼。像你追求当中啊，你的攀缘呢，它随时变坏了，就是你攀缘不到，你想追求的办不到，达不到目的，达不到目的就苦了。这里头包括很不说事实了，很多的事儿，生老病死苦都包括在内。你要求财富得不到，求长寿得不到，求家庭美满得不到。是攀缘心，它是坏，坏苦。
巨苦，巨苦是什么呢？五蕴盛，色受心法，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五种，偏增盛，五蕴之盛就要，这是从譬喻来立的名字，就像人身上扎个刺，这个刺不拔呀，你那苦脱不当。还有一根，一根，一根呢，就是说，你这个苦啊，像生了根一样的，说你个呢呀，简直去不掉，是指那个意识当中，你这个呢行，好像习成性了，做呢习成性了，越苦越生呢念。苦之当中能生一切恶念，在苦中生起来妄想、遐想，想种种快乐，虚妄的，不是真实的。说你在这个苦的世界，你受的苦的身心无愿，你想在这里头求个快乐、安乐，没有的。这都是什么呢？愚痴人所行的了，愚痴人所做的了。愚痴人才入智者不入是想，这都是愚痴人做智行做这个想。记，这都是讲苦的啊。记，记的里头含着有了业惑了，你有业惑了，就西方你在三界。其实即是什么呢？专灭善根的，灭坏你的善根。它最突出的就是啥呢？就是烦恼。即是烦恼，善生不起，专招进恶业。苦和灭的当中，就是体是真实的，就是灭，惑是苦的，它是假的，不是真实的，但是你去不了。真实的法身是灭体的意思，是常住的，不随你眼物所变换的，也不随我眼物所眼物，体是常是清净的，让你信，是吧？体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也不是空无的，让你依法住，让你住在正法当中，住在灭当中，住在寂的当中，这是真实的。苦灭道体是，为信闻等，如十丈品所说的，四百亿十千者，前头说的名字有四百亿十千，四百亿一万就是这样，四周有十千，今说一四天下，一四天下一地也有十千。四谛要立于百亿，那就四百亿个时间，众生的心呢，就有这么多的差别，这是佛所教授说的啊。实无尽藏的后文要讲啊，《华严经》里头说含摄着十丈。这个是功德林菩萨在华严会上，华严会上给入菩萨演说，欲令这些个在会的菩萨
普入一切佛法之门，成就无上菩提，去利一切众生。说他个个能含摄着无尽法海，所以管他叫个无尽藏，无尽藏。说菩提萨埵绝有情的菩萨，菩提萨埵绝有情的菩萨，要入佛的一切法门，这个法门嘛，就叫什么呢？就叫实无尽藏的法门，因为他，因为众生啊，有实无尽藏的这些个业惑，菩萨就跟你说这些法门，对着这些业惑。那么十藏都是什么藏呢？以下解解这十藏啊。总说了，十无尽藏是每个十句时，十句时，那所以成为这无尽了，就这样子说的。一个是信，任何经教的教义里头，先都要说你信。咱们经常这样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唯信能入。说你没有个坚定的清净信心坚固，你不能理解法空的道理，不能理解法空道理呀、你那个心呐、就不能不退堕，也不能生如来家，必须要信。信什么呢？信佛所说的一切教授的方法，慈佛所说的教授的方法，令一切众生信解，这在这个令众生信解的法门呢，成为无尽藏，法门非常之多，这叫信藏，十无尽藏啊。第一个就是信藏，第二个戒，戒，戒是折子的意思。佛跟你说了，说戒藏，让你防护一切呢。菩萨要奉行持受三世诸佛的无尽的境界，要具足圆满了，无所毁犯，这是戒藏。应当菩萨常时持念，念什么呢？念众生的颠倒破戒。菩萨都要发心发愿，成就菩提时候说真实法，令一切众生离开颠倒的之见，都得这个戒藏。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第三种是忏悔的忏啊，忏藏。说菩萨一念过去，要不知忏悔者，已入眷属，照住呢业，今为诸佛所知。诸佛都知道，而生于忏，因此才发漏忏悔，修习犯恨，证得菩提，这叫忏藏。于是普贤菩萨说的十大愿之当中的第四愿，皈依三宝之后了，供养三宝，皈依了三宝之后，供养三宝之后，第一个就是忏悔，先忏过去的业。令众生得到
真实、清净、灵修与忏，这就叫忏悔。第四叫愧，为菩萨自愧于往昔呀、啊，乃至于念一切众生都入事儿，愧于往昔，往昔做了什么？在五欲境上做了很多的哪法，所以感受的报的，受众生身。众生身就太多了，也是为诸佛所施，生出愧心，愧心发漏忏悔，修行犯恨，加速成就菩提，给众生说真实法，令修与愧，就是惭愧。就是在五欲啊，就是讲的色声香味触的上犯了很多的错误吧，愧对于诸佛，愧对于众生，所以要忏惭愧，这是分开讲的啊。十藏的第五藏文藏，他都加个帐子，就是含藏的不是一两宗，含藏的很多的事物，所以仗着收藏之意了，要收藏很多的。为菩萨闻世间除世间一切诸法，故与诸佛菩萨缘觉声闻出现入灭，皆悉能知。因为众生啊，一切众生没有闻法，还不说多闻了，闻的不多，乃至闻了也不去执行。那菩萨呢，就发菩提心，发大心，救助众生，让众生啊多闻，应当持受是多闻藏。多闻才能生智慧，才能证得菩提。因此为众生说明文藏。第六思藏，思藏布施的思啊，为菩萨的生性啊，发了菩提之后，他的生性都是仁慈的，都慈的。说常行十种布施，咱这不单讲了一个一个的，十种布施是很长的。施舍之后没有悔恨之心，特别是内思，内思就是自己身体，用身体来布施叫内思，施了之后不后悔，特别是洁净思，把自己所有的全部施舍，身外的财富那叫外施，最后呢连自己的身体也布施供养，叫内施，这才叫洁净。洁净施舍之后没有后悔的。有的人在布施时候把自己财富都布施完了，完了自己呀生活缺乏了，没有了，后悔了，哎，要说我该留一点了，这个帮你布施的功德呀那就减了，是吧？思而无悔，思而无悔叫洁净施，洁净倾其所有全部布施了，这叫思藏。思藏慧藏，为菩萨的智慧具足，了知世间除世间的一切诸法，世间诸法除世间诸法都是从业报
所感召的，因缘所造成的，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全是虚假的，没有坚固的。离家众生知道真实相，令得众生悟得自己的本相，悟得自己的佛相，悟得自己的本体是真实，这叫慧藏。第八念藏，为菩萨舍离的持惑无明啊，就是无明，得具足念，意念一生乃至无量百生，经过了无数的成住坏空，无量劫，乃至于无量劫中，一切诸佛除善出现世间，各说佛的名号，那的佛所有的受记修德罗十二分经啊，以众会的根相，既能记忆，一念之间能把它回忆记得住，成住坏空，是四宗劫的名，和四宗劫为一大劫，那劫的成坏，总说吧叫劫波，劫波嘛就是十分，在这个时间，佛所说的一切经，十二分经。什么叫十二分经呢？不是十二部经啊，十二分经就是讲究弃经、重诵、焚诵、因缘、本身、本事、稀有、譬喻、论义、智说、方广、受记，这十二个合起来叫十二分经。第九叫持杖，杖是含藏义了，持是受持义了，一切菩萨须诸各种的大威力，与入佛所说修德罗，就说弃经法，弃经法嘛就是上去诸佛的心理，上去诸佛所说的法的真理，下去与众生的心，这叫契经，就是契合的意思，契合的意思，这叫持杖，持杖的持是受持，没有忘失，第十是辩藏，辩是辩才的辩，菩萨要具足大辩才，广为众生演说诸法，或说无尽法，或说一品法，或是一日说，或是无量劫，天天如是说，随众生根，令他满足他的所求的，这叫辩藏，是吧？菩萨应当具足十藏，这个十藏嘛，就是这个含义，一一解释了，就十无尽藏。这只是《华严经》这样说啊，《华严经》这样说，《华严经》一切菩萨，发大菩提心，具足十藏。这是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诸佛子，此娑婆世界所言苦生体者，比密寻世界中，怀明影求根，
娑婆世界叫是苦圣地，在密续世界呢就不叫苦圣地了，叫什么呢？名营求根，毁名不处理，毁名细胞本，毁名所作不应作，毁名普斗争，毁名分析虚无力，毁名所毁名作所意，毁名疾苦，毁名躁动，毁名形状物。诸佛子说，愿苦寂圣地者，比密寻世界中毁名顺生死，毁名眼浊，毁名骚言，毁名流转，毁名败坏根，毁名续住有，毁名讷行，毁名耐浊，毁名病缘，毁名分数。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灭密寻世界中毁名第一义，毁名处理，毁名可赞叹，毁名难言，毁名善入处，毁名调伏，毁名一心，毁名无罪，毁名离贪，毁名决定。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体者，比密寻世界中毁名猛将，毁名善行，毁名超出，毁名有方便，毁名平等眼，毁名离边，毁名了悟，毁名奢取，毁名最圣言，毁名官方。诸佛子，密寻世界说是圣地，有入四等410000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只是总说啊，有410000名啊，咱念一天也念不完呢。他是料说的，总说啊，密寻世界呢，就是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东面东方，那个世界，是我们临近的啊，临近这个世界，我们的东方临近世界叫做密寻世界。那么他把这个苦分析叫什么呢？习无力，习无力，习无力呢，就是把这个苦啊、苦果呀、啊，推至于缘，是缘铸成的，缘铸成的，没有实体的了，没有实在的物象了，也没有实在的事物了，没有实体的。凡是有形象的都叫苦，有形皆为苦。这个呢是说的攀缘，有了攀缘了，这苦的根本。怎么样去断攀缘啊？不去求，要无所得，要无所得了就没攀缘了，没有团缘了，病体就没有了，没有因了，病缘就没有了，苦也就没有了。在这个灭体当中，苦灭啊，说灭，灭呢它不叫灭，它叫一份者。一份者怎么解释呢？说惑，一切的迷惑都是虚妄引起的。那有好多份呢，有尘沙粪数，那就引起了多少个虚妄。
但是这个货没有实体的，货的实体是什么？是理呀、啊，货跟理是不可分的，迷了理了才起货呀。所以灭云一份，所以光这一份呢，就叫是说这货呀没有实体的，就是实理的起的现行一份。道呢，就是能够正灭，能够正灭，说叫上行，上行。方呢，就是观四谛，观方者就说的是四谛。毁名观方，观方怎么解释呢？观方就是四谛。说见一切佛而得开悟了，闻一切法受持不忘了，圆满一切般若蜜行，大悲说法满足众生，这就是菩萨道。这上来嘛，解释密寻四界的，密寻四界什么？东方四界的理呢是一样的，名词呢，语言呢，各对各的根，语言不同。诸佛子，此娑婆世界所言苦圣谛者，比最圣世界中毁命恐怖，毁命分段，毁命可厌乐，毁命顺承寺，毁命变异，毁命招引怨，毁命能欺夺，毁命难共事，毁命妄分别，毁命有势力。诸佛子，所言苦寂圣谛者，比最圣世界中，他们不叫苦寂圣谛了。最圣世界中叫什么呢？叫败坏，说慈根，叫大愿，叫利印，叫灭位，毁灭个仇对，毁灭非己物，毁灭乐导引，毁灭真黑真黑难，毁灭坏善利。诸佛子，说愿苦灭圣谛者，比最圣世界中毁灭大义，毁灭摇椅，毁灭义宗义，毁灭无量，毁灭所应见，毁灭离分别，毁灭最上调伏，毁灭常平等，毁灭可同住，毁灭无为。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谛者，比最圣世界中毁灭能烧言，毁灭最上品，毁灭决定，毁灭无能破，毁灭生方便，毁灭处理，毁灭不下理，毁灭通达，毁灭解脱性，毁灭能度脱。诸佛子，最圣四谛，说圣谛，说圣四谛，有如是等四百亿十千随众生心悉令调伏。最圣世界是南方，说完东方又说南方，先说我们娑婆世界，说完世界了说东方，说完东方又说南方。最圣世界翻什么呢？翻我们华严叫丰仪，丰仪。最圣啊，是拿意义的，要就它的意，就它的这个名词上来说，就叫丰仪。这最圣世界在南方，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丰仪，丰仪是正翻的，
那么翻到最胜世界嘛，是要他义理来翻的，要他义理来译出的。嗯，说在这个最胜世界呀，说生老病死，是有势力的。说那苦有力量，把苦啊叫有势力，有什么势力呢？逼迫你啊，就像四个大山来临近人压放你，那你当然感觉苦了。他名字不同，义理都是一样的。说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他的苦难，生老病死苦啊，给众生所造成的苦难，就像什么似的呢？就像佛说的一个例子啊，佛说就像波斯匿王，佛对波斯匿王说：“大王，有亲信人从四方面来，各作四言，有四大山，这解释那个呀，入四山临人。什么叫四山临人呢？那么，释迦牟尼佛跟波斯匿王说，四大山临人就是遇害人民。四大山呢，就是生老病死，他要来害人的时候，是吧？你要听到，当做什么打算呢？当设何计呀？是佛问呢？佛问我波斯匿王啊，说假使四面的四大山来敌派人民、压派人民的时候，那是人民就要受苦了，你怎么样办？王言，世尊呐，设有此来，假使有四大山来，无处逃避呀，往哪儿逃啊？逃是逃不了的了，应该怎么办呢？专心持戒，专心持戒，一心的持戒，光持戒不算，还要布施，供养一些众生。说众生生老病死苦的逼迫呀，你怎么办？专门吃佛的教授教导我们的，持净戒，把一些哪吒状，戒是防哪的，行善的。完了还要布施，上供与诸佛，下施与众生。这样的啊，就逃避四山的大难。佛对着波斯匿王的答复，佛就赞叹了，赞叹了。佛即赞言：“善哉，大王啊！说你做得好啊。我说的四三是什么？是众生的生老病死。说生老病死啊，常来呀，逼迫众生。要不修持戒，不修布施，不修持戒，那就是四三的逼迫。是吧？贤人与不贤，豪强与脆弱，这就是形容四三的意思。没有能脱的，只要布施持戒能够躲，躲这四大灾难。今天就讲到这吧。
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愿苦生地者，比离垢世界中毁灭悔恨，毁灭自淡，毁灭辗转，毁灭铸成，毁灭疑畏，毁灭非法，毁灭居宅，毁灭妄着处，毁灭虚妄见，毁灭无有数。诸佛子所愿苦寂圣体者，比离垢世界中毁灭无实物，毁灭单有语，毁灭非洁白，毁灭生地，毁灭知取，毁灭疲倦，毁灭增长，毁灭重担，毁灭能生，毁灭出旷。诸佛子所愿苦灭圣地者，比离垢世界中毁灭无等等，毁灭普出尽，毁灭离垢，毁灭圣根，毁灭成慧，毁灭无知待，毁灭灭惑，毁灭罪上，毁灭毕竟，毁灭破印。诸佛子所愿苦灭道圣体者，比离垢世界中毁灭坚固物，毁灭方便分，毁灭解脱本，毁灭本性实，毁灭不可回此，毁灭罪行见，毁灭住有变，毁灭受记权，毁灭作究竟，毁灭净分别。诸佛子，离垢世界说是是的，有如是当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咱们娑婆世界的所有名言，在离垢世界里呢变了。他那个世界有他那世界的名字，道理呢跟娑婆世界是一样的，对，跟我们现实生活也入世了。我们是陕西省说的话跟东北有点方言不同，对，各个省份的话都不同。在世界上一切住世界中所有的名词不同，它的义理还是一样的啊。一个是由祸而生业，由业而受苦。祸是因呢，因呢，有什么因就感什么果呀。因为人家经常不说起祸造业，起祸你心里想的，本来我们心里想的是妄想啊。这个妄想有时候他要去做，想完了之后不是想想就算了，想想就做，要去做就叫造业了。造业这个业呢是苦业，有什么呢？苦因啊，起祸造业的，他这个苦因呢一定要感苦果。如果想想就算了，那只是心念了，那不通了。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打的妄想都去作业，不见得。打妄想想想就是了，想想是在菩萨说着想已经犯错误了。咱们凡夫说你得做了业才算呢，才能干果，业能干果。说呢，从做任何事儿，大小，
只要你做了，做了一定要受。那你做善业，你那就善业感善果了，恶业感恶果了。对，修道，道也是作业，那就得到灭的果。也都入世。但是那个世界的名字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名词不同，义理是同的。苦集灭道都一样的。对，一个是做的生死业，一个是解脱业，那就看你所做的业吧。娑婆世界入世，离垢世界也入世，尽管它名词不同，它所含的义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那懂得这个道理了，那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一样的，起惑造业受苦，这可没说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你造的净业，它没有这个名词了，当然不同了，这都说的跟这个相等的，这个慧眼世界，有慧，有见。那纯净的世界没有说，这都跟这相类似的。这个西方离垢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边这边啊，西方极乐世界比离垢世界还很远呢，因为这是这么临近的，娑婆世界临近的住个国度，住个世界。但是生老病死苦烦恼，那大概这个周围的世界跟咱们这个世界是相近的，没说净佛国度啊，说的相似的国度，可以意会，用咱们的义理去想去。诸佛子，此娑婆世界所愿苦圣地者，又说一个世界啊，比丰仪世界中，会有难眼处，毁灭险害根，毁灭有海分，毁灭极寂常，毁灭差别根，毁灭增长，毁灭生灭，毁灭障碍，毁灭刀剑本，毁灭树所成。诸佛子，所愿苦寂圣体者，比丰仪世界中毁灭可恶，毁灭趋势，毁灭出皮物，毁灭耐着，毁灭名气，毁灭名动。诸佛子，所愿苦灭圣地者，比丰仪世界中毁灭相续断，毁灭开显，毁灭为无文字，毁灭无所修，毁灭无所见，毁灭无所作，毁灭寂灭，毁灭已烧尽，毁灭舍重担，毁灭已出患。诸佛子，所愿苦灭道圣体者，比丰仪世界中毁灭寂灭行，毁灭处理行，毁灭勤修正，毁灭难隐去，毁灭无量寿，毁灭善了知，毁灭究竟道，毁灭难修习，毁灭自彼难，毁灭无能胜。诸佛子，丰仪世界说是圣地，有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悉令调伏。这是说北方，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北方，那个世界名丰仪世界。丰仪世界所有的四圣地法的名词，跟我们娑婆世界的名词不一样。名词不一样，所含的义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十方世界藏，这都眨眼世界，清净世界没有举啊，他举的都是眨眼世界的，就是跟我们相似的。四圣地法的名词不同，他说断修正，还是相同的啊，相同的。对，这咱不做解释了。诸佛子是娑婆世界，说有苦圣地者，比摄取世界中，毁灭能解脱，毁灭非善有，毁灭多恐怖，毁灭种种戏论，毁灭地狱性，毁灭非实意，毁灭贪欲淡，毁灭身重根，毁灭随心转，毁灭根本空。诸佛子啊，说言苦寂圣地者，比摄取世界中，毁灭贪着，毁灭呢成伴，毁灭过呢，毁灭数集，毁灭能知取，毁灭想，毁灭有果，毁灭无可说，毁灭无可取，毁灭流转。诸佛子所言苦灭圣地者，比摄取世界中，毁灭不退转，毁灭离言说，毁灭无相状，毁灭可心落，毁灭坚固，毁灭上妙，毁灭离此，毁灭灭尽，毁灭远乐，毁灭出离。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比摄取世界中，毁灭离言，毁灭无证，毁灭教导，毁灭善回向，毁灭大善巧，毁灭差别方便，毁灭入虚空，毁灭寂静行，毁灭圣智，毁灭能了义。诸佛子，摄取世界中说圣圣地，犹如是410,000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这是东北方的啊，摄取世界东北方啊，所有的名字不同，它的义理呀跟娑婆世界还是一样的，一样。的名字不同嘛，是他那个世界的方言，道理是一样的啊。说这个不做解释。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比摇移世界毁灭重担，毁灭不坚，毁灭入食入贼，毁灭老死，毁灭耐所成，毁灭流转，毁灭疲劳，毁灭呢相状，毁灭生长，毁灭利印。诸佛子所言苦寂圣地者，比摇移世界藏毁灭败坏，毁灭浑浊，毁灭退失，毁灭无力，毁灭丧失，毁灭乖违，毁灭不和合，毁灭所作，毁灭取，毁灭抑郁。诸佛子所言苦灭圣地者，比摇移世界藏毁灭出狱，毁灭真实，毁灭离难，毁灭腐坏，毁灭离乐，毁灭随顺，毁灭根本，毁灭舍因，毁灭无为，毁灭无相续。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比摇移世界中，毁灭达无所有，毁灭一切因，毁灭三昧障，毁灭得光明，毁灭不退法，毁灭能尽有，毁灭广大路，毁灭能调伏，毁灭难闻，毁灭不流转根。诸佛子，摇移世界四圣体法，犹如是等410,000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
比鲜少世界，回命显落玉，回命细胞处，回命邪行，回命啊随受，回命无忏词，回命贪欲根，回命恒河流，回命常破坏，回命具火性，回命多忧恼。诸佛子，所言苦集圣体者，比鲜少世界上，回命广地，回命能取，回命远会，回命流弹，回命恐怖，回命放逸，回命奢取，回命择处，回命宰主，回命树房。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鲜少世界上，回命充满，回命不死，回命无我，回命无自相，回命无分别，回命分别尽，回命难乐住，回命无限量，回命断流转，回命结行处，回命不二。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比鲜少世界中，回命大光明，回命演说海，回命简杂意，回命和合法，回命离取着，回命断相续，回命广大路，回命平等宴，回命借方便，回命最谢最圣见。诸佛子，鲜少世界说是圣体，犹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这是西南方。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有苦圣体者，比欢喜世界中，回命流转，回命出生，回命失利，回命眼浊，回命重担，回命差别，回命内显，回命忌讳，回命乐宰舍，回命苦恼相，乐舍宰啊，回命乐舍宰，回命苦恼相。诸佛子，所言苦集圣体者，比欢喜世界中，回命地，回命方便，回命非实，回命非实法，回命无底，回命奢取，回命离界，回命烦恼法，回命邪劣见，回命垢聚。诸佛子，所言苦圣体者，比欢喜世界中，回命破一子，回命不放逸，回命真实，回命平等，回命善见，回命无变，回命无取，回命无相，回命自在，回命无生。诸佛子，所言苦集灭道圣体者，比欢喜世界回命入圣界，回命断际，回命超等类，回命广大相，回命分别尽，回命神通道，回命住方便，回命正厌行，回命常记录，回命舍解脱。诸佛子，欢喜世界说圣圣地，犹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圣体者，比观耀世界毁名破坏败坏相，毁名入坏气，毁名我所成，毁名住取身，毁名树流转，毁名住讷门，毁名性苦，毁名可气舍，毁名无畏，毁名来去。诸佛子，所言苦圣体者，比观耀世界名毁名行，毁名奋毒，毁名和合，毁名受资，毁名我心，毁名离毒，毁名虚诚，毁名官伪乖伪，毁名热闹，毁名惊骇。诸佛子，所言苦圣地者，比观耀世界中毁名无积极，毁名不可得，毁名妙药，毁名不可坏，毁灭无浊，毁灭无量，毁灭广大，毁灭绝分，毁灭离眼，毁灭无障碍。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体者，比观耀世界中毁灭难隐行，毁灭离欲，
毁灭究竟时，毁灭入意，毁灭性究竟，毁灭净现，毁灭舍念，毁灭虚解脱，毁灭救济，毁灭圣行。诸佛子，观要世界说是是圣地，有是等四百亿四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比震应世界中，毁灭逆此，毁灭世间，毁灭所依，毁灭闹慢，毁灭眼作性，毁灭四流，毁灭不可乐，毁灭浮常，毁灭树灭，毁灭难调。诸佛子，所言苦圣地者，比震音世界毁灭自，毁灭虚自福，毁灭心取，毁灭能否，毁灭随念起，毁灭自后边，毁灭共和合，毁灭分别，毁灭门，毁灭飘动，毁灭引法。诸佛子，所言苦圣地者，毁言所言苦灭圣地者，从震音世界中，毁灭无一处，毁灭不可取，毁灭转环，毁灭离真，毁灭小，毁灭大，毁灭善尽，毁灭无尽，毁灭广博，毁灭无等价。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比震音世界中，毁灭观察，毁灭能摧敌，毁灭了知印，毁灭能入性，毁灭难敌对，毁灭无限意，毁灭能入字，毁灭和合道，毁灭恒不当，毁灭殊胜业。诸佛子，震音世界说圣剃法，犹如是等四百亿四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诸佛子，如此娑婆世界中说是圣地，有四百亿十千名，如是东方百千亿，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尽法界虚空界所有世界，比一一世界中说是说是圣地，已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如东方南西北方视为上下，以复入世。诸佛子，如此娑婆世界有如上所说十方世界，比一切世界也各有入世十方世界，一一世界中说苦圣地有百亿万种名，说寂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也有各百亿万种名，皆随众生心之所乐令其调伏。说这么一个十方世界说了十方，那你每一个世界又有一个十方，就是这一一世界中无穷无尽的十方，那各个所有的苦圣地都有百亿种的名称，是重重无尽的意思了，重无尽思了。从这个密训世界是我们娑婆世界之半，所有念这些个都是娑婆世界之半，那么娑婆世界是主，那其他的世界都是娑婆世界之半，其他每一个世界都有佛，没说这个，没说佛号，也像我们娑婆世界一样，此世界是释迦为主的。所有这个十方世界，十方的还有十方，有百方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佛，都有一尊现在住世的佛，那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半。要说那个以密寻世界为主，那十方世这个十方世界都是密寻世界之半。
至于他里头所说的法名词，音译不同。咱们所念这个，还是翻译成咱们娑婆世界文。你要念它原文不是这样子的，是念的翻译。他那世界的原文呢，那个话那个音上也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咱还不说十方世界了，就说我们中国，中国好多个民族，咱就举西藏民族吧，大家都学密教的吧，密教的名词跟我们显教的名词翻译过来，如果你用它的原文的意思，你也没法懂。他的比如说吃饭吧，他叫萨玛萨，萨玛萨翻成汉语叫饭吃，饭吃。他主客颠倒了，那说咱们的话呢，说吃饭，咱要把他那个萨玛萨翻成了吃饭，又把他那个文字又给他翻得过来了，他叫饭吃。喝茶，喝茶他不叫喝茶，家通，家通就什么呢，咱要翻过来写的通家，不像话，随顺他的文字就是家通，也虽说他家通，家通是什么呢，茶吃，跟咱的生活习惯不同，懂得这个意思了，各个世界的语言文字都如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语言不同，但是他表达的义理翻译出来含义是一样的，肚子饿了要吃饭，他表达的语言不同，他的含义是一样的，饿了要吃饭嘛，知道这个含义了，咱们念这个十方，你把第一个娑婆世界知道了，其他也就这个意思，是苦寂灭道十乘地法，那个佛，他那个佛，他那弘扬的法，根据他那个果度，咱们是随缘吗？对，这应机说法吗？对哪一类众生机说哪一类的法？叫四圣谛法啊，四圣谛品。咱们再介绍了，就介绍这么多。